我妈开始了。我这讲的，你别添，添了完再添。这个老乡知道从哪小样，不像上一窝样了。讲的不知道对，讲啥都敢舔呢。姐妹，你跪在身上弄过来。对，这外头。有一个啊。小妹，走走走。这要讲啥我的？养猪不一样，养猪大的很。二弟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拿鼓励了呗。好的，等一会儿要不然。附近的呢？附近哪了呢？这个嘟噜的，哎，来了。这啥做的？这是这样吗？这吃又不吃又不然冷还冷，你咋吃了？你今天不叫吃呀？讲样嘞。你让你离远点。妈，你看妈妈。妈妈说，吃够奶，暖和暖和，这个风刮的太大了。这进入里下了，还在那呢。你要刮雷锋呢？不，他可让吃。这叫小。这个小，这个这吃够不吃够不然这得冷。我为了吃的草上站着老人。咦，还吃草嘞？这家把羊进门口还种草，压都没落。快背着，背着。咪，拿一边去。喂，不能就是吃。不能吃，羊不能吃。天里大冬天，这饿到汗在喂了，压得没了样子。你看，俺自个家里去，俺骗他们啥呢？这个天干净光，它都该不冷了。这一刮风，咋都冷。嗯。这衣服盖。这盖住它了，我吧。抱了，抱了，别介。将来，我再添，你这样子。他不歪，他知道恁呢，他一看见他上个，他知道抬抬腿。他不让他冷着，我叫他吃口慢慢。吃几口都中了。我这吃几口，他俺歪，俺吃着了，吃着了。外边太冷了，搁屋里。慢。你们那边他看不见。慢，别搁屋里吧，别搁外边，冷一点。别找他，别紧，别找他。慢。外面也冷。然后上那边，这边，上那边，上那边，上外边有点冷。我不舔了吗？你不用舔，我自己走。
几个壳放在哪里封？别卡了，都快了，都快了。